腾腾羹汤料多到满出来，鸭肉片、笋丝、洋葱，还有生姜和蒜头，店员手没停过。一早开门，顾客络绎不绝，最高纪录一天可卖千碗，全靠着这一根。这根钢管专门送鸭肉羹，握把开关一开，可以一秒补满一大锅。很特别啊，就打开就有了。如果家里有一只就好了，就不用过来。我觉得他用那个钢管很特别，然后在一般地方看不到，然后感觉对品质这些也蛮顾虑的。长度2.5公尺，口径约10公分，让二楼厨房煮好的鸭肉羹传送下来。比起店员捧着大锅子又重又烫从楼梯冲下来，还很危险。一大锅鸭肉羹来回至少得跑20趟才能补满，跟钢管补货比起来，少说省下20分钟以上。小心哦，谢哦。鸭肉羹为了节省时间和人力设置钢管，但有网友提出疑问，到底该如何清洗保持食物干净？店内钢管成为美食之外的另一焦点。